请啊继续来看这件，哪会安尼怀爸爸的？在高雄店家病院二楼的候诊区，有一对大家媳妇在要看医生，啊，这个大家在讲电话，边啊一个男子讲对这大家讲电话内容吃不满，竟然就动手共拍这个大家，讲一头一直共拍，一直共拍。这个大家讲实在真恐怖，即卖想到还阁皮皮喘。在病院二楼的候诊区，挂目镜的查甫人凶凶共拍，轰拍是一对大家和媳妇。我啥物话啊？你叫我啊？查甫人讲，那十月继续拍75岁妇人，而且搁拍伊的头壳。护理人员来个走动，所来大家甲查甫人围来等警察来。他就是打妈妈的这边。被害妇人人面要是肿的，手毛刺伤，恐怕了后除了辛苦的伤，拢困袂好，一想到就会惊。规头发拢伊共拍拍到安尼，真正哦，吼，真正拍到真正足恐怖的。当时是媳妇带大家到高雄中家病院看病，到底好诊的时，这位无熟悉查甫人就冲过来出手甲拍。他每一拳真的都是打头部，他没有打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。轰拍甲莫名其妙，好加在当时查甫人无体力气，那无效果不堪设想。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每问一句，他就是问我说你在呛什么，然后又继续打这样。被害人于下午2点，到派出所提出告诉。本所立即通知嫌疑人到案说明。人部警方讲，查甫人家己讲不满妇人人讲电话内容才会动手。当事人验伤了后，也已经前往警察局提出伤害告诉，也依法将案件移送地检署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